你惊我去？那我的嘞，已经融过什么东西一样了。关系图都还有牵那个线，那个焚烧过的痕迹，都已经是碳化的产物了。好，今天晚上我们就带大家来解密连环杀人狂的住所是长什么样子。OK， 走。 才到门口哈，就看到它的这个结构体的墙壁已经产生非常大的缝隙。什么时候会塌不知道，大家碰运气吧。要上楼之前呢，我们先看到了它这个地下室，它这个地下室啊，已经有很严重的淹水状况，而且因为空旷的关系啊，我现在讲话都有很严重的回音。 好，我们上来到二楼之后呢，发现它这整个环境是满目疮痍。然后这个环境呢，除了让我们这些灵探者趋之若鹜之外，也很适合当做拍电影的场景，有没有？这个角落，明哥，你看起来像不像是有烧过东西的？不是有没有像？ 根本就是，根本就是吗？因为你看到它地上这个东西都已经是碳化的产物了。对。哦，然后它这个墙壁这边那个焚烧过的痕迹，就之前不知道在烧什么东西。然后进到这个室内以后，会发现它好像很刻意的把这面墙的窗户啊跟门全部都封死了。 你惊我去？然后明哥，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说，哎，这是什么？这你应该很熟悉吧？掉线了。 鱼线呢？对啊。哦，我拿到手。哎，对。在一个废弃的宅所，要鱼线干嘛？钓鱼啊。这边钓鱼吗？ 啊，懂的人就知道了，我们不多说了哈，好不好？多坚韧啊，品质坚固。你又找到宝了？开光入不知道什么东西，它一罐一罐的，好几罐。这个很屌，还活的嘞？活的、欸，它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有点像面包虫吧？钓鱼用的是吗？对啊。 而且它瓶瓶罐罐上面都打洞了，可是我看它这罐子上面贴的这个啊，哦，它写开光入神大吉，这应该是为了准备做一些宗教仪式所准备的东西。还有这个虫还活跳跳哎，嗯，还是它入的这些东西怪怪。好，现在大家看到我背后有这些东西啊。 啊，这边有一个衣柜，我们会慢慢一步一步的去解密所谓的这个人魔的房间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先看它这个衣柜，虽然看它平淡无奇，可它这个盖起来以后，你看，它有很强的仿旧感。不过它里面是新的哦，里面可以藏人啊，可以藏人，可以藏人。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瓮。 空的、啊，没骨头，嗯，没骨头。啊，你是装那个 Q Game 的那个是不是？对啊，没有，很可惜。然后我们看到现在我身后这面墙非常的有感觉啊，对，这感觉像什么？像那个连环杀人魔有没有？计划性预谋的，然后。 关系图都还有牵那个线，感觉他在计划中每一个要谋害、要去杀害的对象都在这上面的。其实说到这边，懂事的朋友都知道，这里其实就是电视剧或者是电影的拍摄场景了啦。对，只是说它这边真的很有氛围啊。明哥，你看它这个墙上各处啊，天花板啊、墙壁啊，还有这个哈利啊，都有这个类似用血一节的符咒。我是不知道他做这个场景是不是有很讲究去研究这方面，然后写的是真的。 看起来好像煞有其事啊，对不对？对啊。这两桶会让你联想到什么？浓酸。浓酸。对啊。溶那个嘛。对啊。对不对？我们看一下哈，它这个做的非常的像。用心良苦。嗯。哇，这个非常的用心哦。它这桶溶液里面还有假发，那感觉就像是已经溶过什么东西一样了。 然后现在我身后这个是布置起来的，这应该算灵堂吗？也不算是灵堂，这就有一点怎么样，假鬼假怪。因为它这是招魂幡呐，对啊，这两片的招魂幡呐，而它这招魂幡上面都还带着血字，刻意画上符咒，来包括它这个避风窗户的这个木板也都有血字。 气氛十足啊，真的是气氛十足，气氛满满，真的。嗯，今天晚上带大家来看的电影布置的恐怖场景，都有氛围的。对，绑架。如果不知道这是刻意布置的误闯这边的话，应该也是吓破胆了。